家好，我哋合眾為色，我係主持陳浩天，我係主持周浩輝。咁啊，合眾為色呢個節目咧，就係希望喺呢一個虛假嘅時代裏邊咧，為大家提出一啲接近呢個真理嘅睇法啦。咁啊，希望各位多多支持。而月費對於我哋嚟講係咩咧？係我哋嘅推動力，更加係量化對於呢一個理念嘅一個嘅支持。係。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合眾為色，多謝你。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反常世態，合眾為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咁欢迎大家收睇逢星期二晚嘅合众为色啦。咁今晚我哋有四眼喺度同我哋一齐做嘅。咁本身咧，亦都即系话一阵间，系啊，一阵间呢个四眼咁啊，都系我哋两个。系啦，所以我哋今日戴翻副眼镜咯。咁本身今日咧就应该会请到浸大嘅学生会啊嘅某些人上到嚟咧，去讲下有关，因为佢哋呢一个食虫抗争啊。係，我只是在 Facebook 見到個相關的宣傳 post 啦，就咁係咁已經碌過下，見到話，一路以嚟咧，其實浸大嗰、那個canteen 啲學生都好多投訴。其實 canteen 就不嬲都難食嘅。係，一般即係無論邊間學校都好啦，通常即係同學投訴都係投訴嘢食難食。咁我見到哇，唔止喎，浸大嗰個成日夾雜埋，成日都有呢個昆蟲咯。咁我自己就未食過嘅，起碼好彩到而家讀咗差唔多三四個月啦，咁樣。未食過，唔係有食過間餐廳，有食過間昆蟲，但我冇中過獎嘅，可能中咗我唔知啫。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大啲。咁因為但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啲好恐怖嘅傳聞咯，就係話有啲，因為佢舊年已經出過事啦，就真係有人投訴嘅，真係有隻蟲喺入邊咁樣。咁你就佢要就要大關門清洗咁樣啦，咁佢閂曬門，咁佢哋喺度清潔啊。係咩蟲啊？我想問。好似我唔知啊。Okay, 我唔知，我唔敢問太多。話曬我其實基本上日日都要食噶啦。咁係純粹校方或者嗰個 canteen 處置啊，定係即係要 call 食環嚟進行呢啲咁嘅清潔嘅？咁我哋唔講咯，因為我哋自己全部住宿舍咧，佢喺正宿舍樓下嘛。基本上你係咪都要食噶？你講得越多，只係令自己越反感嘅啫。明白明白。係，所以我冇乜點樣特登去問啦。但係都已經聽過一次最恐怖嘅就係話佢哋閂咗門要做大清潔，咁然之後咧就話佢哋掃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屋企殺蟲咁樣，放咗啲毒氣咧，然後啲蟲就死曬。嗰啲掃曱甴咧，係一個一個垃圾鏟滿咗咁樣倒走，然之後鏟完再倒走咁樣。係係啊，係好恐怖。因為我做過飲食噶嘛，我都咁其實係咯，你其實污糟就一定會有啲嘅，係點都有嘅。咁但係因為你美味嘅食物，即係你攞嚟即係吸引人類啦。如果連一啲嚇。蛇蟲鼠蟻都吸引不到咧，又好難吸引到人類。係咯，即係你好難。但係即係睇下你點樣控制嗰個即係衞生狀況咯。係咯，不過我覺得其實今次會講到咁大件事，就係因為學生好大怨氣嘅。因為唔係喎，我覺得咁大件事係係因為那個所謂的抗爭方式是啊，係咯，多人別出心裁喎。我見到我以為自己睇錯字喎，佢哋用食蟲去抗，我覺得都 make sense。係，因為話曬其實都食咗冇噶嘛，即係唔爭再食埋。OK。但係始終係起碼大家會引起注意咯，喺呢一類。係，可能係你要講詳細啲講俾我聽。咁我詳細啲開始講。係啦，咁即係因為浸大嘅。嗰一個嘅 canteen 出現咗衞生問題啦，嚴重到係經常出現啲昆蟲啦。咁學生會就發起咗一個嘅，都唔係嘅。其實件事更加複雜，更加複雜。咁樣就係講緊話點解今次呢件事會突然之間佢哋要搞抗爭咧？咁就係因為適逢續約啦，咁樣呢一個有關嘅委員會叫做膳食附屬委員會，我唔記得個原名係咪咁樣。如果有錯嘅話，請指正我啦。咁當然。
咁其實都幾大件事，因為即係起碼我讀 BU 噶嘛，咁個 Facebook 入邊都經常性有啲罵戰出現啦。咁但係咧就嗰啲唔講啦。咁我哋就講翻成件事嘅本身啦。咁今日本身想請到學生會上嚟就解釋清楚更加多啦。咁我希望之後如果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再請到佢哋上嚟去講翻呢一件事。咁但係就由我少少做少少背景去講下先啦，就係講緊話咁適逢續約啦，咁美心集團同埋呢一個浸大嗰個膳食嘅宿生嘅宿生會嘅膳食咧，就去傾呢個續約問題。咁今次續約咧，因為喺兩年左右之後咧，這個科劇就要做個大裝修嘅，咁所以續約就只會續23個月嘅啫。咁然之後只會續23個月啦。咁就佢哋有嘗試，因為呢一間 canteen 實在學生實在太過唔中意啊，或者好多意見出咗嚟，即譬如其實佢真係幾真心幾貴下嘅。即係雖然話你有咗學生價之後，如果你就係嗌個餐飯都係20幾蚊咁樣，咁但係點講呢？佢有好多，即係你同我有時候我哋去 city 食早餐啦咁樣，佢唔同咯，即係佢有時候會 city 會有好多套餐嘅，咁但係 BU 即係我自己食落，我覺得佢好多會逼你散嗌一樣嘢食再加嘢，咁其實咁樣就已經就算佢打翻個七折俾你啊，都係可能去到30幾蚊。咁當然你話其實30幾蚊都平啦，咁樣今時今日你食個飯至少都要50幾啦咁樣，咁但係以佢嘅質素，我哋就會。加上員工的服務態度啊，或者之前有類似出過事，就是他們將那個雙層廁所當作雜物室啊，然後不給編委的人進去拍照啊，這樣類似這些都會令到學生對他反感，那自然就會想換啦、啊、那樣就在那個附屬委員會裡面呢，就有嗱呢度就開始叫多啲奇怪嘅事情啦。咁我有自己上去揾過呢、這、一個，即係為咗今集我特登上去揾過嗰個會議記錄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我揾翻嗰次會議記錄嘅時候咧，佢就係呢一個即係撳入條 link， 正常會自動 download 個 PDF 檔噶嘛。咁總之佢就同我講條 link 死咗，變咗白色有啲英文字咁樣，我唔識啦咁樣。咁總之我試咗幾次，其他人試都係話，總之就睇唔到啦咁樣。咁樣就唔知點解啦。咁然之後，另外咧就有兩套説法出咗嚟嘅，因為我而家我自己仲未睇到會議記錄啦。其中一個就係講緊話咧，有14票對4票咧，就係、是、4票係希望重新招標嘅，14票就係支持續約嘅。咁出咗嚟，所以到最後咧，佢哋就會支持續約啦咁樣啦。咁但係亦都有講咧，其實根本上個會上面冇做過類似投票嘅行為嘅。咁而且亦都講話咧點解佢哋即係亦都有兩方啦，一方就係講話咁間餐廳間 canteen 嘅質素真係好差喎、哦。咁另外一邊就係講話，因為今次續約就只係續2年都唔夠23個月。咁而且完咗之後要大裝修。咁所以變相呢，如果你呢個時候轉咗續約呢，你就會即係呢個時候變咗另外一間公司啦，就會令到出年嘅學期可能頭一個月呢未必有課程食。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講緊話，因為嗰個約期實在太短啦，未必有其他大型嘅，因為你一定要大型嘅膳食公司才定得起呢個地方嚟做㗎嘛。咁就未必有個其他公司會願意去啃咗呢兩個月，然之後就要突然間停一次兩年之後就即刻再招標咯。咁即係未必有公司肯去咁樣啃咯。咁所以佢哋就話，如果呢個時候我哋再去搞重新招標，分分鐘都係美心得標嘅，而且個標可能更加低咁樣。呢個係叫做希望可以繼續續咗約先嘅說法啦。咁另外一個說法就啱啱都講咗啦，就真係實在太差咁樣。咁所以呢度就變到。會開啲奇怪咯，因為如果就算是 BU 的學生都未必，即如果你不好認真咁樣睇編委啲文章同埋唔同宿生會嘅聲明啊咁樣咧，都好難會去了解到呢個地方嘅。咁但係我覺得今次浸大學生會做得幾好嘅地方就是始終佢將即大家如果仲記得嗰陣仲係搞緊退聯嘅時候咧，唔同大學嘅學生會啊。定係入邊嘅一啲有份講嘢嘅人咧，都成日都會話咩嘢留翻喺學校入邊啊，院校入邊。咁但係即使係今次叫做宿舍係真係好校內務事情啦，咁但係用呢一類嘅抗爭手法，都的確會引起到起碼自己學生會關注多啲咯。因為其實科勁差就已經差咗好耐㗎啦，但係一直以嚟咧，我哋自己。
在入面讀書、啊、或者日日都吃的宿生呢，都最多只會講下話，如果他執咗就好啦，或者你不如頂咗他嚟做啦，咁樣講下笑。咁但係未必真係會有實際行動。咁今次學生會話曬都有個行動啦。咁無論到最後事實係究竟係邊面是非黑白會係好啲啊？究竟到最後係咪真係有投票投過啊？咁呢一類都可以等學生會或者其他宿生會再講過啦。即係因為呢啲係佢哋自知嘅事實咯。咁但係我覺得起碼大家可以開始關心一下自己學校事務，或者係。其他學校都可以，即唔係淨係即作為大專院校，而家已經唔可以再話我哋淨係喺校內解決咯。因為你見到其實校內嘅問題，無論之前有委任校董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措施，咩廣東話教科目啊呢一類咧，其實唔好話淨係諗住即逼自己只係靠翻學校入邊嘅力量咯，係。係。咁我你咁都未講到咧，點解佢我見佢咧，即係最令人注目嘅一點咧，就係話會有學生會嘅幹事咧，就用食昆蟲，即係喺翻做抗爭啊嘛。係啦，咁你知唔知點解會咁？好似係聽日嘅事添啊。係23號。係因為係啊，聽日咯。因為以我所知，而家學生會同宿生會同埋校方就好似係開緊，好似係開緊會。哦。咁樣仲有其他啲宿生代表，因為始終嗰個都係宿舍嘅飯堂啊。有啲宿生代表啦，咁就奇怪嘅，咁就因為始終聽日就已經係呢個食蟲抗爭啦，咁佢哋點解會用到呢個方法，我都諗唔到嘅，因為本來今日就係諗住請，本身諗住係真係問下佢哋點解你真係咁新奇咁樣，即係真係諗到食蟲咧，因為始終其實你都唔使特登帶啲蟲去食，你真係嗌個飯就有蟲喺入邊嘅咯。咁就但係我覺得啱啱都有講，其實呢個方法你話奇唔奇怪奇怪嘅，但係你覺得佢有冇用？我反而覺得有用咯。如果喺大學呢一類環境下，我會關注一下咯，我會即刻睇下究竟點解要食蟲啊？會八卦，佢諗住係啊，會八卦一下咯。不過而且一個吸引眼球嘅方式。另外就係講緊話有個區議員啊嘛。然後是建制派的區議員，然後就留言都講，即又為這個 post share， 然後就講話這一代的年輕人為了自己的幸福抗爭真的無底線啊！然後又講話應該邀請校長一起來試吃一下，究竟好劇有多難吃，可能會重新考慮是不是招標呢，這樣咯。是咁但係佢呢一個咁嘅抗爭係有冇話即係開放俾其他浸大嘅同學一齊去？佢哋講緊話嗰一刻會一齊喺嗰度食蟲，我諗住聽日都去睇。雖然我好似睇嘅，我諗住應該係上緊堂，等我走堂，我走堂去睇。係係。喂，如果要你食蟲抗議，你得唔得啊？其實好難講，即係。我咁講啦，經過咗雨傘革命之後咧，好多人對於嗰種即係形式化或者自殘自己嘅一種抗爭，即係苦行啊嗰類抗爭模式咧，好大反感噶嘛。咁但係唔知點解今次食蟲啊，反而覺得 OK 咯。睇下食乜嘢蟲咯。如果真係好似炸蠍子，即係咪本身係可以進食嘅，當為一款菜式嚟食嘅嗰啲。This is protein. This is protein. 係啊。真係咁好，Man vs Wild。OK， 其實因為唔知啦，可能始終係學校即係大學入邊嘅事務咧。如果用到呢一種形式，因為你好難下下就直接去衝，因為今次你又唔係好關嗰個校董會事嘅喎，即係可能校方係有代表喺度。唔係，即係我就咁睇咧，我覺得係咧，點講咧？雖然呢個比喻唔係好貼切啦，譬如之前浸大或者各間其他大學有關校董會啊、校委會嘅制度啊，同可能特首校監必然制有關嘅一啲抗議嘅行動嗰啲咧，似類就好似喺香港社會上面，我哋面對可能政制嘅問題，咁其實唔係真係好貼身啦，唔係好多同學係係真心去，佢哋覺得唔貼身咯，但係實際上好貼身咯。係啦，咁但係反之就是、譬如你話啊，而家個學校嘅嗰個 canteen 劣食，其實好貼身。係呢啲就非常之貼身，因為好多同學係
即可能一日兩三餐都，尤其是住科嗰啲，都可能喺嗰個 canteen 嗰度用膳。我覺得自己都有少少港豬嘅，但係咁即係呢個，我住喺宿舍，然之後日日落去食，哇！真係好難食。喺呢個類比起上嚟，咪就係一個民生問題咯。照計啲民生問題，啲同學應該係會比較積極。即係你譬如講話嗰區冇嘢食，即係冇餐廳，就係得好似之前講過咩馬鞍山就係最多吉。快餐店嗰啲啊嘛，咩美食沙漠啊嘛。我意思係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好貼身嘅問題，直接就係影響你每日啊嗰啲幾餐嘅即係食物質素啊，食得開唔開心啊，食得健唔健康嘅問題咧，因此而多啲學生關注，因為我而家已經完全冇留意即係校園裏面嘅事。的而且確係會多啲嘅，會多啲。你諗下，其實前排嗰、那個。議席啊、投票啊，都是九月的事情啦、啊。都佢哋都唔理，冇乜人理。係，但係呢一單校園裡面canteen出現問題就會人理。咁都好嘅，都好嘅，都起碼都會理啊。係，即係證明咗真係要地區工作，吉到入肉，係啊，心間細作，做多啲民生議題先得啦。係啊，係啊。因為始終即你不會一下子令到他哋即刻想到話政制啊，或者係學校入邊校董制度啊。唔係，即我呢個是一個唔係好恰當嘅類比咯，嚟睇下，我覺得都比較一下。唔恰當，但係差不多。因為其實是的，如果你不是真係吉到入獄，其實啲人真的不會理嘅。即你起碼要俾佢知道吉到入獄咯。咁我講真的，我哋會理嘅，因為我哋自己是宿生啊，或者我哋翻學都是在那個 canteen 附近。翻學，或者我哋經常留到好夜，因為好似就係得個 canteen 有晚餐賣咁樣。咁但係如果一啲係係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是，譬如你如果你譬如你唔清楚嗰啲校董會啊，特首下間必然制一啲嘅背景嘅事情，你其實係要做一啲嘅study 啦，睇下相關嘅條文啦，你唔好話你背景啦，對。學校有咩影響？對社會有咩影響？你先至能夠可以好深入咁了解成件事。但係譬如呢一啲好簡單啫嘛，有蟲係啊，難食，好唔好食，係咪乾淨就已經即刻可以引起好即係好多人嘅共鳴啦，同埋係即刻睇到個問題所在。簡單啲咯，係呢一個我覺得亦都係即係香港社會嘅問題啦，就係、是。而家就喺間學校一個縮影咁樣，可以嚇透過呢一啲事情，即係反映出嚟咯。希望你聽日你學校多啲同學可以支持下咯，因為其實而家都有啲嘈緊，就係講緊話啊即係啱啱講話有冇投票啊嗰邊喺度講緊。但我覺得無論你講緊話，即係成個投票與否，或者個附屬委員會究竟有冇權力去決定呢件事情，咁呢啲係。要解決的，但是去翻即係canteen真係難食的時候，可以看翻學生的意願咯。明白明白，我見你今天都即係黑眼圈好深喎，係咪即係近排好忙啊？都忙，係啊，因為就考試，就嚟考試。唉，你上咗大學之後啲生活點啊？我都好少同你即係再聯絡，係啊，冇。我見你拍咗條片，好開心。冇啊，冇啊，冇冇。本來頭先諗住叫我冇嘢開心播出嚟，即係等你要驚你遲到，我哋播住條片，等我喺度一個人講下先咁樣。其實唔係嘅，其實都有同其他我自己不嬲對呢樣嘢有興趣嘅，就係、是、講香港嘅教育制度啊嘛。咁我覺得入到大學或者讀 BU 讀傳理，大學生活係。好玩的，大學學位是有價值的，所以不應該俾啲即係中國籍，係啦，應該留多啲俾我哋即係香港。而且我咁講啦，即係我自己，尤其是我自己住宿舍，咁始終會面對多咗唔同同學啊，無論任何國籍都係嘅。咁你話黑人憎嘅人或者？唔守規矩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共用廚房啊嘛，你自己煮完嘢食唔使嘢啊咁樣。即係苛嘅生活啦。係啦，咁你話係咪真係一定煮完嘢食唔使嘢，或者去完廁所唔沖，或者點點點，係咪一定係 NDS 即係大陸生去做咧？咁又真係唔一定嘅。咁但係反而外地生會多少少機會同我哋本地生交流咯，即係我哋有時候聊啲鬼佬啊，佢哋又會喐翻我哋啊，
即係然之後我哋同佢哋又試過約佢哋出去踢波啊、打波啊，佢哋都會一齊嘅。咁但係反而內地生會少啲咯。好，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留多啲時間第二節講呢一個青年生殖，係啦。